谢谢谢谢。来，那个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爸爸，你搞的房间，你是去查的是吧？我查的，我在网上在去那个网上。你搞错了。真的搞错了，那个电话号码和那个房那个地址也搞错了。看来我至少有可能七八年没见。对对。你那年回去是应该是九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把那个采访。99年了。对对对。八年了。哎呀，对。现在最近网上炒的热火朝天。到处媒体都在报啊，把中国的女孩子介绍到这边来。对呀、啊，好不？他说好不好呢？你们不是一个班吧？我二班，他三班。在是的，我在班是谁见的了？对对，谁见的？哎呦，这不行，我这个是这个跟你讲，这里面是小意思，一瓶烟你给人喝掉了。哪儿？这是加拿大最有名的冰酒。对，我是跟他跟何书记聊天，我说要不就喝冰酒，因为冰酒是第一次讲的。这个跟台跟的这个好，谢谢，欢迎你们啊！好，谢谢啊！这个你也举杯了，你可以不喝了。好好，待会儿举杯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幸会哈，这里这个很高兴。哎，你欢迎你都回去了，到我们那里走一走。真的，他经常回国讲学啊。他现在可是不得了的名人哦。是的。对。我一见到他就非常面熟，就是眷的嘛。他是自贡的，他们是我们。晚了，那是给我们是叫晚辈。你说我20多年前，迷蒙那个时候没有人入，那时候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入以后，这个时候讲话了已经是一个历史。那个时候入迷蒙的人很少，非常受重视。我一下子就搞到组织市委，这个省，差不多到省里去了。啊，省非常少。那就比那杨鹤岗他们早得多了。早得多，对。现在我们那个原来那个什么叫李志平的太太，对吧？后来不是到那个，他也是迷蒙是哪个党？啊，李志平的太太不是在株洲市教育局吗？那李志平啊？对呀，李志平是现在邓群嘛？邓群嘛，对呀。他有党派？他无党派。他好像迷蒙嘛？他就教育局副局长嘛？对对对对。他是我去考察的。哦，那是我的祖宗嘛。你已经去了，你跟他出去找了，到处去收拾了。我找的，我跟谭叔山一起去的嘛。你跟谭叔山一起去的。他家，他家。就是那选择永远就是不能选的，因为一旦你胳膊被中国的巴菲特，巴菲特就股神嘛。对对对对，巴菲特黄皮。那个谭哥来点酒啊，你咋？比尔，不喝水干什么？我把你的名字没了。哎，我起个名字给你。你在上面吗？哎呀，那我先走了，先走了啊！下次再来，非常谢谢你的热情款待，好啊，谢谢你光临，好吧？那你送了啊，谢谢啊。你后面家的社会局当局长呢？好，谢谢。哦，对对对，是啊。那我们吃的好一些吗？就吃了四个。哦，今天吃的。